加拿大有很多法裔的移民，所以你看他这个从这个选手的名上也能看出来，很有可能是法国人的后裔。对。也是常不按理出牌的一支队。咱们的这个转播如果是水下，能给的镜头多一点。对，可能会让更多人知道水下是一种什么状态。对，让看看是怎么停住，怎么能够这个倒立能停住，侧立能停住。现在中国在北京有这种有学校，像清华大学它有一个游泳池，它水下就有这种能观看到水下是什么一个状态。还是有几个出彩的队，对，他们还是在编排上会出彩一点，但是技术完成情况还是弱了一些。所以就刚刚那个水下这个观影这个话题说，现在据内部消息，2013年大学生运动会要有划入这个项目了，也说明现在国家在重视吧。要是喜爱这个项目的大学生，然后可以现在就开始热热身了。对，那千万别是吧，就是激情过火，然后一下水就把腿给拉了。那不能，那就是那就肯定是技术性问题了。往后这个话说回来，准备活动一定要做充分。嗯，这个运动要是是吧，出问题，我觉得可能会是准备的不充分。对，就像你说的，热身很重要，在花儿游泳这个项目来说，因为它是陆上和水上结合，我们大概每次训练有45分钟的陆上训练，要把这个柔韧性给拉开，腾一下水。